阿波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，白火哥，你怎么会来啊？我们来这边介绍台南的芒果节。那既然你在这边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间冰店啊。我跟你讲，这间呢在网络评价超级高，所以呢你们一定要试试看。哎，阿波，听你讲的这么吸引人，那我们赶快去排队啦。好，走，赶快去买，赶快去买。快。我是台南带路的阿波，今天呢，我来介绍这间光芒果子小旅行。它在御景区呢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哦。大家来啊，要么吃芒果冰，就是串冰、雪花冰，对不对？这一间非常特别呢，它开的是文青风的意式冰淇淋哦，而且它每天多达十几种口味，并且你不用担心选错口味，因为呢，它很多特殊的口味，像是台湾啤酒啊，或是蛋黄酥口味，直接呢，台湾啤酒整罐还有整个蛋黄酥都放在冰淇淋上面。非常非常的可爱哦，那是什么？这是那个蛋黄酥，哎，好酷哦！而且来这边就一定要吃这个御景在地的爱文芒果口味啊。哎呀，那个百香果还有莱姆葡萄也都很棒哎。那我们欢迎光芒果子老板娘介绍光芒果子的产品与种类。Hello， 我们是光芒果子工坊，然后我们是一间贩售意式冰淇淋的店家。因为这边是御景，所以我们也会去挑选不同品种的芒果来做成冰淇淋的口味。那请问老板娘，哪一种芒果的品种最适合做意式冰淇淋呢？目前的话，爱文芒果是最适合用来做成意式冰淇淋的口味的。原来爱文才是最适合做意式冰淇淋的一个品种。对，如果除了爱文芒果的话，其实我也蛮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土芒果口味的冰淇淋，因为其实土芒果的芒果味是非常浓郁，而且它的香气是非常迷人的。有机会来这边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哦。我隔壁两位主持人已经沉浸在他们美味的冰淇淋当中了，我来帮他们代班主持一下啦。我跟大家讲啊，刚才啊，我吃到这个芒果冰淇淋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它果香味十足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哎，吃在嘴里啊，就有点像吃芒果奶昔一样，我那个奶香味啊，是不是超赞？对，超赞。哦，啊，你的嘞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晨晨另外一个口味是那个草莓口味的，然后它整体的那种草莓香气很够，而且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滋味，因为本身就很喜欢这种酸甜口味的，夏天很适合清凉消暑。哎，阿麦克哥厉害嘞，你的更加不一样哎。说到酸呢，我觉得你们更应该要来试试这个百香果口味，那真的是够酸、够香、够甜，一定要来试试。那我另外一边呢，是他们最近推出的蛋黄酥口味。蛋黄酥，对，很特别吧？一入口有咸蛋黄的一个香气，然后呢再吃下去有酥皮，还有豆沙的感觉在口中融化，非常值得大家来试一试哦。哎，所以是一种台式口味的意式冰淇淋的感觉，整个台式跟意式融合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子。哇，那很适合大家，赶快到御景一定要来试试看。